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手持的使用方法。手持与标准版的区别在于这里一个手持盒，一个按钮，就是说当我们把这个按钮按出来的时候，它红点是在这里，它这里出光，当我们按进去的时候，红点呢就会在这里，枪这里，你看它会在这里出光，这个时候你按这个按钮，它就是这样出。这个枪也有一个焦距，这个焦距调节呢是通过旋转这个距离调节的，它可以旋转远近，一般你调整到最大火苗就可以了。